哎呀，这美妲己居然不用妲己，现在都不喜欢用妲己了。那我只能用妲己来，给他看看妲己多厉害呀、啊！妲己，大家一鲁班啊！妲己很好运的，妲己很好用。不要哄，不要。被动出来了，貌似我亏了啊！我清兵速度没他快呀、啊，要到后期我才起来。找到这时候去下面打矿了，很快就收割了。被主观射死了。吓死我了，还有个弹性啊，小贼。喵的，这么快就上大、啊！还小心韩信，什么时候冲出来完蛋？两个一加，我就必死无疑了。浪费我一个睡，他已经能睡着他。动不动就给我扔大，你也是狠。别能不能把孙尚香解决掉？好了，橘右京，再慢那么一点点就好了。橘右京要等人呀。垃圾花木兰，这谁呢？韩信真的太猛了，直接冲进来。我猜可以一套秒掉他了吧。
鲁班要有灾难了啊。我还是耐心一点，等到后期发育起来，那就是一套一个。前期可以不要太着急。这差一点点，这技能连衔接不上呀，关键是。这个作死的家伙。这样也能被射死，厉害啊！这打底，666啊！转换不了了。哎呦，我大刀刷过去就能刷到零。看他我打几怕了吗？想办法打一颗蓝下来，这样我就可以不需要回城了。没有削到他一技能，快跑！没蓝了，现在没办法。老子想回个家而已，现在交给你们了。我实在是没技能，是吧？中路再不干上去就被推了。小鲁班。这妲己大刀打群体还不好打，还是要那个打单体的倒挺厉害。一套过去，是打了他一半血，主要还是现在还不够强。哇，黄木兰好强啊！差点走入死坑。这么解决掉一个啊！
追了不追了，再追很危险。下了屏了，停下了。哎，我去，这样被终结了，我的第一次。嗯，谁的？刘和迪，而且这保持不死状态，保持在后面，但是保持不了。我说这世间把苦上老，拼死路回渡，愿走回无影生故。求不得你说，我为你相处，愿你知足。有说不定树下看花开，有花满天舞，风心明知了醉。好像最近这个妲己的调整，这不会被调整的英雄是妲己。我这一炮把我射打，我好疼啊！先跑吧。家伙肯定会跑过来作死。要去打个狼。好像这样我就不需要回城了。你把你那是上路还是下路？哎呀，这最美妲己居然不用妲己，现在都不喜欢用。哎呀，这最美妲己居然不用妲己，现在都不喜欢用妲己了。哎呦，只能用妲己来，给他看看妲己多厉害呀、啊！妲己，大家用印鲁班啊。妲己很好运的，妲己很好用。我不要哄，不要。告诉我亏了啊！我清兵速度没他快呀，要到后期我才提。哎，
哎呀，这没妲己，居然不用妲己，现在都不喜欢用妲己了。哎，我只能用妲己来，给他看看妲己多厉害呀、啊！妲己，大家一鲁班啊！妲己很好运的，妲己很好用。不要哄，不要。被动出来了，貌似我亏了啊。